动画改编真人算是很常见到，我现在看过最屌炸天的真人版《剑心》绝对是最棒的一部。不过这一阵子啊 ，Netflix 也要出真人版的《幽游白书》，我以为幽助会是长这样子，飞影会酷到爆，桑原超有男人味，藏马终极美型。以上都是2020年12月东京舞台剧的演员。那么这一次的 Netflix 的演员如何呢？幽助其实还行啊，我自己是可以接受。飞影的话，怎么有点像伯恩？那藏马的话其实有一点不够美型，没有关系，其实我觉得每个演员啊都有自己的专业，有时候选角啊不是我们的理想型，就要靠他的演技来弥补。达雷桑原，哇，这贴错了吧，桑原有这么喊的吗？啊，金发呢？经典飞机头呢？还是他会变身？他最好是变成这样哦。